再次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，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必须要离开。当我正要走的时候，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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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月光下，我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滑板鞋，天黑都不怕，都不怕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，四爪牙，四魔鬼的步伐，四魔鬼的步伐，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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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自己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。